早上9点钟在昆明的最后一个早上啊。昨晚下了一整天的大雨啊，所以现在天气很好啊，那冰凉凉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，然后再逛一下昆明的整个市区。来到了这个金马碧鸡牌坊，所以这一个地点就叫做金马碧鸡步行街吧。又是走到了这边的那个祥和路，这一间很出名哦，建新国，还要排队吃早餐呢。建新园不是国。变成新国商品线。啊，来了。今天的早餐也是过桥米线，他们说先放肉，然后放菜，再放猪皮，最后才放面。先放肉片，就干脆直接打进去吧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炸鱼皮吧？炸鱼，猪皮啊？我觉得是猪皮，猪皮。打散了。蛋打散了再放啊？你要打散吗？所以你不要放面，放吧，它溅出来吧。放面哦。啊，面好多。对，绝对够两个人吃。对呀、啊。它的这个汤上面是有一层鸡油的，所以看起来像不是很热，其实是很烫的。小心啊，汤感很烫。普通的清汤，没有什么特别。整个面最重要的就是汤，它汤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普普通通了。来到这个祥和云啊，它建筑比较特别一点哦。那是可以参观的吗？前面又有大妈舞了。10点了，还在跳哎。今天是工作日，这边很少人哦。又是茶行，要买茶吗？胡子茶杯银饰。现在等着公车去海垦大坝，那边应该是他们的水坝，不知道要等多久哦。哇，好漂亮啊。到了海垦大坝，现在的天气刚刚好啊，不会太晒，而且他们的这个大坝真的是非常的大，真的是大坝，因为看过去看不到尽头啊，不知道走多远啊，走了差不多20多分钟，要30分钟了，还是走不完这个大坝，还是一直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哦，不知道走多长啊。看到另一端的码头了，听说从另一端走到这一端要3-4 km 左右啊，所以真的是好长好长的大坝。来到了这个真池的另一角，好像在大海哦，可是不要误会啊，这个不是海啊，这个是叫做真池，就是一个池，或者是叫做湖吧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。
走着走着，沿着那个真池这样子顺着走下来，就走到了这个云南民族村这边。它的对面是那个云南博物馆，因为民族村已经看过了，现在来看这个博物馆。看博物馆的时间到了。在坐公车了，现在要去那个大悦城商场，就是他们的 shopping mall， 要去那边吃海底捞。海底捞不知道需要排队吗？应该不需要吧。进他们的商场吧。你要 Starbucks 吗？两位，在是大学生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是吧？好的。啊，如果没事，没假，插钱拿照片。这个是直播吗？不是，这个视频。来，这边请。你在捞什么？在捞着我的牛哦，可是捞到这全部都是毛肚。你真的是海底捞哦？是在海底里面捞。啊？这是毛肚。毛肚。我先这样吃哦。嗯，很好吃，很 Q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在吃这什么呢？牛肉，什么牛肉不知道。好嫩哦，它牛肉，它好吃哦。它还甩到我。你会甩到我？不会啊。想太多。你要提醒一点啊。细一点，哪个锅那个鱼肉？麻辣锅吧。清汤。清汤啊。清汤啊，你再去麻辣。好，麻辣不能去清汤。你先搅一下，旁边煮两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下个礼拜就要吃了，我是第七耶，我先吃。我准备吃了哦。这个是乌鸡肉哦，我们那边很少有。一二三，他们说这个五花肉要涮30秒就可以了。是咯，很薄五花肉啊，好好吃哦，五花肉就是好吃。香，吃完了那个海底捞，
他海底捞就真的是有如传闻般的服务至上，他就真的是他的服务真的是180分，就是给满分了。他的食物的话呢，就是品质全部都是很好的，可是因为食物其实很多火锅店都可以做到同样的那个食物品质啊，只是全部是输在服务。海底捞真的是服务一流，超级一流。而且我们说是外国来的嘛，他就送我们了一些小食物，就是一些小吃，让我们带去飞机场吃啊，太贴心了，太好了。失恋博物馆，你们失恋太多的话可以来这边看看一下，还是把你失恋的东西拿来这边展览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好奇怪。刚才进了那个失恋博物馆，我真的很想哭哎，可是不是因为感动还是失恋而哭，而是因为觉得花了29块进去里面看一些人家写的小卡片，还有人家还有那些人家丢弃的那些衣服啊、袜子啊、鞋子啊，哦，29块这样子就没有了。他们超会做生意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也能吸引到人家进去看了，我也是很傻。这样子就进去，白白浪费了29块。走在路上看到这个档很香哦，就停下来要买一盒来吃了。北京烤鸭，这边就是半只的北京烤鸭，然后这包是它切下来的肉，剩下来的骨拿去炸了之后就在这边，也是可以吃的。非常的值得哎，这样子才15块人民币哎，我们那边那里找得到哦。炒面、炸酱、麻酱，好吃哎，又快又好呀，去哪里找啊？这么好吃？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像流浪汉？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像流浪汉？我好像流浪汉喽，在路边这样子吃东西。现在是无家可归了，因为我们等着飞机。在昆明机场了，现在我们在 check in 这那个 Asia 的飞机，然后就会结束这一趟的云南之旅。拿了票，现在要进去啦。飞机上了，要回去瓜拉鲁波了，所以就结束了我云南的旅行。再见啦，拜拜。